相识魁梧，体具貌诡，肉煎石牛，目不逾矢，望头如苇，动若秋喜，这说的就是我们大象。2020年春天，我们中的短鼻家族开始了一场大迁徙。1300多公里的旅途啊，大象们走过森林河流，穿过城市街头，在人类的保护下一路北上。这当中居然没有一头大象掉队，没有一头大象受伤。你们看，大象来了。